冲洗仪准备。古米才不害怕。国会做的。背面的目标是谁呢？你已经没法回头了。开始治疗。看清了吗？来我的身后，别想伤害我的同伴。医疗器械设置完毕。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没人可怜你，医疗器械。别想伤害我的同伴。不用担心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信号稳定。哇，对不起，我并不信教。抱歉，这条路可走不通啊。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听你的，大家让一下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请说，准备输血。是发现了，已经确定救援目标人数。没人可怜你。别想伤害我的同伴。听令。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的地图。紧张的测试环节要开始了。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看清了吗？哦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医疗器械设置完毕。古米来守护大家。在阴沟里挣扎吧，别想前进一步。要动手。赶快。在开射。包在我身上。有谁需要治疗？信号稳定，看清了吗？好的，这点小伤，没人可怜你。请你们就在这里停下吧，别想前进一步。
向前进一步。谁会在战场上拿旗子当武器啊？哪里需要我？对不起，备用药剂也不够了。隐藏气息，别被敌人发现了。耳麦都检查好了吗？遗嘱之名聚集于此旗之下。嗯，我一直都想尝试说一次这种台词。垃圾。负伤的人要记得立刻去看清了吗？掩护各位，开弓！别想伤害我的同伴。别想伤害我的同伴。在阴沟里挣扎吧。不用担心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没问题，我对不起，我并不信教。请你们就在这里停下吧。有谁需要治疗？听你的，我看到你们了。听令，这消失吧。医疗器械是先前是发现了，已经确认救援目标所处位置。垃圾！别想伤害我的同伴。医疗器械设置完毕，已经就位了。打起精神来！看清了吗？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一切正常。你已经没法回头了。别想伤害我的同伴。哪里需要我？包在我身上。没问题，速战速决。垃圾。是发现了新的救援目标吗？紧张的测试环节要开始了。真的这么固执的话，抱歉，这条路可走不通啊。可恶，
又搞砸了。